美女，你这头上穿的那个小绳是玩 coser 吗？你是的？这个小绳是什么意思啊？新白娘子传奇白蛇传吗？为了好看呀、啊。为了好看吗？我们现在做一个节目，叫做街头极限大挑战。你转过来的，给我们看一眼这个好不好？哇，这个有点像那个白蛇传里面那个白蛇的那个头饰，就是这个拴的是目的是为了什么呢？就是一种搭呀，风格搭配。这是什么风格？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？日系啊。日系，我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？我们现在的粉丝们看一下，这个是哪款日系？这是水手服啊。水手服是吧？啊。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哦，厉害了，大力水手波波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力水手波波，那个，来，我们这样啊，今天我们做一个极限大挑战。今天你敢跟我互动一下吗？我是一个超级网红，今天在极限心理极限大挑战。今天我要跟你互动一个，做一个叫做什么？一个公主抱，好不好？啊 ，OK， 就是我，你要抱我挑战你三秒钟就 OK，、啊、好不好、啊、？OK， 来那个雨桐过来，来啊，这你拿得住吗？今天我们要跟这个挑战一下心理极限，我看我能不能做到啊！我是 YY 上的一个知名的网红，帮我拿一下。把我删了怎么办？不能，这个放我手上。来，你帮忙把这个包放拿一下啊！来，兄弟们开始了啊！上啊！哎呀，哎哥，要不要我抱你？啊哎，我都起不来，我的天，那你抱我吧，你能抱得动我吗？来，我帮我拿水，你抱我吧，哎，我起不来，哎，三二一，嘿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受不了了，哎呀，失败了，哎，我的天哪，哎，我再回去再练练，再回来两回，谢谢啊。